柳公权的方折起笔很多。什么叫方折？这秘密起笔，可他先拉动了以后再下来，所以他这里造成了一个1、2、3、4个骨节，比一般我们想象的还多。然后在折角的部分会顶出去，那顶出去的话，觉得好像比较立体的感觉，突出去，那横画粗细都很明显。好，下来，然后这个按着歪过来，然后这个有点弧度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弧度的作用在于弯过来准备弹上去，弯过来，因为他们字比较大，早期的字比较小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动作。到颜真卿、柳公权都有这个动作，横画比较细。门。